女孩一把撕下手背上的倒刺，生生的疼痛让她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可再次看去，手上竟然完好无损，没有一点伤口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女孩愣住了，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出现了幻觉。而此时门外还在不停地催促着 Come on, I'm about to burst. 门外的女孩莉莉见到是女孩，很开心地和她打招呼。 I'm Lily. Hi, I'm Nina. Yes, our new swan queen. 女孩名叫妮娜，是一名芭蕾演员。因为舞团要排练改编经典剧目《天鹅湖》，所以要在年轻的演员里重新选角。可这次选角的难度在于，需要一人分饰黑白天鹅两角，这非常考验演员的武技。不仅要演出白天鹅的美丽、怯弱、娇柔，还要演出黑天鹅的邪恶、性感、诱惑。饰演时，妮娜依靠精湛的武技脱颖而出，成功吸引了总监托马斯的眼光。一曲完毕，她完美地展现了白天鹅的优雅。托马斯上前